好，走。就拍不完了，真的。你再放进去一个呗。好，开始。嗯，好。好，真的拍了好久啊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很明显。大哥，你快点站着，要开始了。嗯。OK。要不要化开，我感觉这两个玩意儿是不能吃，你再快估计它跟不上，因为太少了，可以的，快一点，我就分成一块一块的。因为你这个滤镜怪怪的呀。原图我也不知道为啥呀，应该是。你的好苍白。中，再回删一下。删过了吧？来，嗯，开，开始，都开，都开，好，丢。好，然后你把泡面丢进去，然后待会儿它会翻泡泡，然后再过一会儿，我给它。你给它来点反应。我不知道能不能。不太好操作，说实话，别放了。你这也是技术。开，开，都开，都开，好，丢。好，然后你把泡面丢进去，然后待会儿它会翻泡泡，然后再过一会儿，我给它。你给它来点反应。我不知道能不能。不太好操作，说实话。这也是技术活呀，我操！很成功，很成功。这这边多了个无比的、无比的抖。这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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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可以架一个侧面的机位。我开，不行，我手不能动，你们架吧。我们，是的，你手放了吧，先放了会吧，还不拍呢。然后，但是我，但是他们这确实被我们堵起来，赶紧掏出来。我也感觉，下面就出来两个。你要不冲一下吧？不行，苹果皮儿没了呀！看能不能冲出来的。下去很多那个，很多棒棒。估计煮干那里。没有。可能这个水管是弯的。你要不丢两三个苹果皮儿就够了，别丢太多。那刚刚在右边还有两三个。还有侧评测的话，角度很怪。啊，倒也是哦，不太好操作。我从侧面上来就好，走，就拍不完了，真的。你再放进去一个呗。好，真的拍了好久啊，放也不动，油在哪儿？这个油太少啊。哎，你们都去过那个秦家精神了吗？没去过。哇，我在抖。OK。像我要化开，我感觉。两个玩意儿是不能吃，你再快估计它跟不上。因为太少了，可以的，快一点。我就分成一块一块的。因为你这个滤镜怪怪的呀。原图我也不知道为啥呀，应该是。你的好苍白。
总再回上一下。成功了吧？来，嗯，开始，都开，都开，好，丢，好，然后你把泡面丢进去，然后待会儿它会翻泡泡，然后再过一会儿，你给它来点反应。我不知道，能不能，不太好操作，说实话，别放了。这也是技术。开，好，丢。好，然后你把泡面丢进去，然后待会儿它会翻泡泡，然后再过一会儿，你给它来点反应。我不知道，能不能，不太好操作，说实话，放了。这也是技术活呀，我操！很成功，很成功。这这边多了个抖，无比的抖。这个抖抖抖抖抖，这个可以架一个侧面的机位。我开，不行，我手不能动，你们架吧。我们，是的，你手放了吧，先放了会吧，还不拍呢。但是他们这确实被我们堵起来，给掏出来。我也感觉下面就出来两个，你要不冲一下吧？不行，苹果皮没了呀。看能不能冲出来的，下去很多那个，很多棒棒。估计煮干那里了。没有，可能这个水管是弯的。你要不丢两三个苹果皮就够了，别丢太多。那刚刚在右边还有两三个。还有顺的话角度很怪。倒也是哦，不太好操作。比如说纯侧面的话就。